奇怪了，不是约好了吗？怎么还没出现呢？我来打电话给香蕉哥哥。哎，电话，我的电话嘞，放哪里呀？嘿，我的电话怎么放在篮子里呀？啊，古丁哥哥，喂，香蕉哥哥，我们不是约好在公车站牌见面吗？哎，你怎么还没出现？你到哪里了？不好意思啦，我还在家里耶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自己忘记带雨伞，所以赶快跑回家拿。结果在家里到处都找不到。哎呦，今天不会下雨的啦，你赶快来啦。可是乡村的天气变化很大，而且气象还说……等一下，现在出太阳，而且我还一直流汗呢。好啦好啦，那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哦，拜拜拜拜。真是的，希望别错过公车才好。咻！嘿，柳丁哥哥，我来了。社交哥哥，你也太快了吧！哎，公车来嘞！快点，快点！大家别着急，排队排队。嗯。在我们的脸上。 这里就是悠悠村哦，终于到了。嗯，香蕉哥哥，你在闻什么啊？柳丁哥哥，你没闻到吗？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味道啊，有树林的味道，泥土的味道，还有暖和和太阳的味道，真香，闻起来真有精神。哇，真的吗？那我来闻看看哦。 怎么样，柳丁哥哥，闻到了吗？香蕉哥哥，我好像只有闻到动物的味道哎。哎呦，天然的雄厚啦，这就是乡村的味道，就是这么的天然。哎，等一下，香蕉哥哥，你有闻到吗？ 好香哦！嘿嘿，这就是控窑的香味啦。哦，控窑，就是烤番薯。嗯，是烤地瓜啦。烤番薯好像很好玩哎。那我们赶快来烤番薯。走。今天上山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，让人吓一跳。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，要掀盖小土窑，还有你们去检查。 我们来生活，那边用力扇呀扇过来，这边扇呀扇过去，扇过来扇过去，扇过来扇过去，扇来扇去扇来扇去，土窑怎么趴下去？垮了！怎么会这样？都是你啦，扇得太大力了啦！哪里是我啊？明明就是他们。不是我啊，是他啦。怎么会是我嘞？是他。哎呦。 好不容易烤熟的番薯，这样还能吃吗？当然可以喽。对啊对啊，而且挖开一样庞公公啦。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啊，我好像闻到下雨的味道。啊，下雨的味道。啊，下雨了，赶快回家收衣服。赶快回家喽，下大雨啦。哎呦。 下大雨，柳丁哥哥，你不是说今天会出太阳，怎么会下雨啦？哎呦，我怎么知道这个天气变化那么快啦？哎呦，早知道就带雨伞了啦。哎呦，雨好大哦！救命啊，赶快跑啦！哎，等等我啊！快跑快跑！哎，雨怎么停啊？嗯？ 对耶，想不到啊，这个雨来得那么快，走得也那么快。
快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全身都被淋成落汤鸡了，湿湿的这样很容易感冒哎。想不到感冒也来得这么快啊！香蕉哥哥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啊？哪里怪怪的？有，你看旁边有很多绿色的光点在那边飘来飘去。会不会是刚才下雨，雨滴跑到我们眼睛里，所以眼花了啦？是谁乱丢垃圾？是谁？就是你！你这样乱丢垃圾，可是会破坏生态的。你们是谁啊？我是月精灵，我是水精灵，我们是爱护地球精灵。对不起啦。我不是故意乱丢的啦。你们啊，仔细的看看，这里啊住着许许多多的生物，但是他们的家都是被人类给破坏的哦。被人类破坏。嗯。火虫像小星星一样很美丽耶。对呀，有了月精灵还有水精灵的守护啊，难怪我在城市里面都没有看过萤火虫。哎，萤火虫之所以会躲起来，都是因为外面太脏乱的缘故，这样根本就找不到适合小 baby 住的地方。山里清澈的小溪，干净的空气，让萤火虫爱上这里，隐身在这里。对不起，我们知道了。绿色的小眼睛闪，那闪像星星照亮了小朋友纯真的心。变得好热情，像温馨的家庭是爹地妈咪童年的回忆。该说再见的时候了，精灵们，那我们可以约定再见面吗？当然可以啦，只要你们跟大自然做好朋友，我们也会是你们永远的朋友哦。嗯，希望未来呀，所有的萤火虫和人类都可以变成永远的邻居。一定可以的。嗯，我们会爱护环境，不会让任何人破坏这块土地的哦。没错。太好了。那我们有缘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